到你了，醒哥，我去验证一下。好，这就是你的角色介绍。您在本期的角色是贝苏芬，角色简介：德国音乐家，4岁时开始学习音乐，精通各种乐器，对音乐有着极大的野心，内心深处高傲且自信，其他音乐家在自己眼中啥都不是。我跟你说，完蛋，一定完蛋。哎，有抱枕，你压的有吗？哎，我现在也有个抱枕，我这上面写了字，诺辉健康，改变带来幸运。哦，真的幸运吗？很幸运。那你就是今天的 boss。我都说了我是。他说他一直在说他是 boss，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行吗？我只是想换一个头套而已。